好，这是日本团体放浪兄弟的子团体放浪小子来台参访了。他们除了到演艺专业训练学校替学员加油打气之外，在台北举行的这大型成果发表会呢，也可以看到学员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展现高难度的舞技。日本放浪兄弟的子团体放浪小子来台参访，除了前往 ESPG 的台北校参观之外，也参与了他们首次的大型舞蹈发表会，精湛的舞技全场沸腾。为了让更多人实现演艺梦想，放浪小子来到台湾给学员们打气加油，也希望学员们透过这次的亚洲台北发表会能够达到舞技的互相交流。